天不是昨天的命，直到他自己觉得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做兄长的理应照顾好马儿子。 爹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照顾好他。妈，爹，爹，您不送爹。妈，妈妈在做郎中。 做老人啊！爹，爹，干爹，爹，爹，爹。 这一年的夏天，刘寿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父亲去世后，久满牙子大病了一场。他虽然最终未能遵照父亲的意愿去做郎中，但做老实人成了他毕生奉行的座右铭。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，标志着辛亥革命全面爆发。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，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，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，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，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。娘，娘，娘，娘。 娘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回来了！哎呀，让娘看看，六哥，让娘看看，六妹，快来快来，让我看看，快看，让我看看。哟，六妹长高了。六哥，你出去了这么久，做了什么官了？哎呀，什么做官不做官的，人回来了就好。四哥和七弟帮忙烧石灰去了，要2-3天才能回来呢。娘，我去把他们叫回来。哎，不急，反正六哥还要待一段时间呢，过几天见也是一样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那一个人家帮工总要做完的。麻子呢？那不就在你后头吗？这个酒麻子啊，你说你见着六哥，你也不知道哪哭喊。来，让六哥称一称，我们刘家的书柜到底有几多分量？娘，我都快举不动它了。对呀。我走的时候，先这么高。我看看。叫六哥。六哥。哎。 六哥，啊，你辫子呢？啊，是啊，我刚才看就觉得不对劲，辫子呢？剪了，剪了。现在改朝换代了，山头外面都把辫子给剪了。啊，改朝换代？啊，专门给你这个书柜戴的，啊，你看一看就什么都清白了。 辛亥革命始末记。这里呢，麻子，你这一大清早就在堂边坐着，想什么呢？小马昨天看了书，
有几多的问题正想问你。你全看完了？嗯。问吧。书上说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。对啊，没有皇帝了，现在是民国了，改叫大总统。大总统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呢，是他发起了革命，把皇帝赶下了台，成立了新政府。嗯，那现在革命了，是不是人人都有米吃了？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只不过呢，小民吃的米啊，再也算不上是皇粮了。至于吃得饱吃不饱，不好讲。那革命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，六哥在兵营做采办，是该晓得米房行情的。报上讲，长沙的米价被日本和英、美几家商行操弄，搞得米价暴涨。新的都督府为何只管华商，不管洋商啊？哎，米价确实涨到了天上。至于为何怕洋人，六哥只是气，不清白所以。还有，哎，阿大，书贵，你饶了老哥，你的问题最好是自己搞清白。反正外面世界已经大变样了，你要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你得自己看。六哥向你起誓，只要你想读书，无论你走多远，读多久的书，六哥的饷银就是你的资费盘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六哥就算不娶堂客，也要按照爹的遗言，帮衬你，帮衬到底。那我眼下就有一件事要你帮衬。什么？哎，这阿子。你拿剪刀干什么呀？六哥，我也要剪辫子。剪吧。在刘寿生去世后，久满牙子的母亲曾先后让他又换过三所学堂，但是当看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不久，久满决定去上自己选择的新式校园，开始闯荡朱武阿公讲的第一道相关。同学，你是来考试的吧？考试。新生都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，不清白。还没读书就要考试啊？你以为进私塾呢？老爷子提着个腊肉和熏鱼就可以入馆读书呢，是吧？知道什么时候报考吗？同学，你站到这里来。你把担子放下，站过来撒。来，同学，你往那块板板上的圈圈里扔三个球，扔进一个，就让你免试入学。你没有骗我吧？哪个骗你啊？他是教地理和历史的梅先生，怎么可能骗你啊？先生也能跟学生一起玩耍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来，给，投吧，你有三次机会。
第二次了。不错，热，但差一点。最后一个，能不能考上就在此一举了。还有啊，你刚才那个是端尿盆式的投篮方式，只有那个女校的学生们才是那样投的。是啊。哎，我正经考试就是了。哎，同学，别生气嘛，开个玩笑。你是哪里人？花明楼探子冲。你叫什么？刘卫黄。哎，给我！我考上了。哎，鸭子，这榜单上哪一个是你啊？我考了第九名，你看，贺直威就是我。哎，那你可厉害啊！这学校可不好。你说这第一名是谁家的孩子？玉潭这所名校，这第一名往年啊，可都是空着的呀。是啊，从来就没人考过满分呐。这刘卫黄是谁啊？刘卫黄是哪位？是刘卫黄？哪位是考第一名的？让大家见识见识。刘卫黄。刘卫黄，是啊，出来让我们见见。年轻的刘少奇并不知道，因为考取了玉潭学校的头名，当年他在探子冲得到的刘九书桂一名，不久将在宁乡县城的大街小巷传遍。同学们，这幅著名的时局图，大家都见过吧？见过。我临摹的这是第二版，第一版发表于1898年，也就是戊戌变法那一年。那一年，满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，以及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，和美国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，又与英国签署了展拓香港借址专条，以租界的名义把新界奉送英国99年。同样在那一年，法国在我广东省强占国土，为逼迫我们签署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，埋下了伏笔。同学们，时局图上的这只黑熊代表着什么？俄国。那这只大狗呢？是英国。那这些非人非鬼的东西呢？小日本。是小日本。那我想，这蛤蟆一样的法国和这恶鹰一样的美国，大家都清楚。这些魑魅魍魉，他们或趴在中国的版图上，或紧紧盯着中国。为何？他们要瓜分中国。正是。但不是要瓜分，而是已经在瓜分了。甲午战败之后，列国豪强已经夺走了无数中国的财富和无数中国人的性命，我们偌大的中国已经快亡了。同学们，第二版时局图与第一版相比，画家故意增添了几个中国人的形象。这个举着铜钱的家伙代表着什么？是贪官。贪官。那这个呢？是色官。不是色官，也是酒囊饭袋。这个呢？躺在地上拖着渔网的代表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想不到的。这是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毫无忧国忧民之心的庸官、懒官和蠢官。结得好。中国之所以被外贼欺侮，其因在于家贼当道，而在家贼的统治之下，还有太多懵懂无知、昏昏欲睡的民众。这个
只知道做八股文章的老朽，这个只知道练刀马气力的莽汉，暗喻着我四万万同胞完全不清楚当今的世界已经到了大变革、大发展和坚船利炮的时代。这样的官和这样的民，中国如何不被瓜分，如何不亡？同学们，你们到这里来读书，不是想做这样的官和这样的民吧？不想，决然不想。我也不想。我们读书是为了开化民智，铲除贪官的。对，赶走洋鬼子，救我中华。开化民智，铲除贪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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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走洋鬼子，救我中华。赶走洋鬼子，救我中华。1915年5月，大总统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，一时之间激起了全国的反日情绪和爱国热潮。不久，这股热潮也传到了宁乡。同胞们，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着日本鬼子的欺凌，如今更是逼迫我们签订亡国灭种的21条。他区区5000万人的日本再次骑到我4万万中国人头上，割我领地，夺我主权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，应猛醒起来，打倒日本，夺回我主权。是啊，好啊，伢子。是啊，是啊，讲得好啊。是，把他打回去。说得好，同胞们，说得太好了。同胞们，我中华民族是历史极古老的民族，我炎黄子孙是世上极智慧的人种，但如今我们的政府昏聩无能，我们的军队羸弱落后，我们的人民散沙一片，光喊口号是不能使我们强大起来的。我们唯有觉醒，唯有行动，才能打倒卖国贼，赶走日寇和列国强盗，才能救我中华，救我炎黄，救我5000年文明。真好，真好！打倒卖国贼，打倒卖国贼！不做亡国奴，不做亡国奴！反对签订21条，反对签订21条！梅先生，在刻章子。哈，我看看。刘卫，刘卫煌。哈，我想改名。我本名叫刘少雪，刘卫煌是我的开蒙熟识给我起的。他希望我像姜子牙一样，钓到一块玉璜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如果人人都像姜子牙一般，到70、80岁才成就一番大事业，岂不太晚了？是啊，如今国家有难，如果人人都像姜子牙一样驻守天命，那岂不是太过消极吗？所以我要改名。卫煌，保卫炎黄。对，虽与卫煌谐音，却另选了两个字，此卫煌二字更能表明你的心志。给。梅先生，一直想问没敢问，为什么你一直带着这把断刀啊？说起来也和我的志向有关。13年前我到长沙求学，父亲让我读师范，可我却报考了湖南武备学堂，因为我一直立志想当一名军人，如大唐之李靖，南宋之岳飞，明朝之戚继光，保家卫国，驰骋疆场。但是没想到读了半年却又被开除了。开除？
为何被开除啊？当年国家多事，东北俄军不如约退兵，大连日军二次占领，西藏英军入侵拉萨，烽烟四起，国疆不国，学堂严令，学生勿意国政。白日里我尚能谨遵上命，恪守安静，但终究一分难平。没想到了夜里，竟然在梦中喊出了“杀贼，杀贼！”“ 杀洋鬼子这样的话来，学堂便以此为由，把我给开除了。就因为讲梦话就被开除了？无非是杀鸡儆猴罢了。简直是骇人听闻。知道学校要把我开除，有一名教习劝我酬谢银两，贿赂堂长。我当然不肯，便当场砍断了这把刀，表明我的心志。 只知唯命是从，不明大义的军人，不作也罢。后来，我参加了同盟会。梅先生，我在这里。啊，梅先生，去趟校长办公室，有人找。知道了，马上就去。好。我有事先走了，改日再聊。 梅先生，梅先生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扩张。 你还会刻章啊？不会，瞎刻。那你刻章子做什么？我要改名。改名？改成什么？刘卫皇。你不是本来就叫刘卫皇吗？之前那是渭水之玉皇，现在是保卫炎黄。哦，同音不同字啊。 刚刚梅先生来过，他也急在同我改这个名字。哦。哎，魏皇，你在做什么？哎，魏皇现在改名字了，不叫刘魏皇了，那叫什么？那改什么了？还叫刘魏皇，<笑>那算什么？不好了，梅先生被抓走了。什么？他刚刚还来过这里，怎么就被抓走了？我只看到县政府的人。 把他从后门带走了，为什么要抓他？县政府的人说，他游行示威是破坏治安的行为，要捉拿首要分子，太可恨了！我们上街游行无非就是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，现在却要被抓捕，误国的镇压爱国的，真是可恨！哎，魏皇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要抗议，我要离校。离校你住哪里？庙宇。 一个老师抓了就抓了，他一个小小的儿子也敢向我教育局叫阵。局长，你消消气，虽然是个孩子，可是还是有些名气的。在宁乡，很多人都知道他。入学考试的时候，他可是拿了头名状元啊。状元？状元又怎么了？状元就不是学生了？我还没有说你呢，一个堂堂的校长。 连一个学生都管不住，你管不住我管。把他开除了，排斥开除。不，局长，这好像有些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到时候县政府责怪下来，你担着。局长，不要再说了，按照我说的办。一开始住庙宇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，原来是住庙里。
我看还挺好的。那我们是要一直住这里吗？当然了，不释放梅先生，我们就一直在这里住下去，绝不罢休。对，绝不罢休。大家先收拾收拾，安顿一下。啊，嗯嗯，好。哎，还蛮有趣啊！这是我人生中啊第一次住在庙里。对啊，我也是。魏皇哥，嗯，你说学校会不会就是把我们给开除了？会，那我们抗议不是白抗了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看书？演讲的时候口若悬河的，怎么这个时候倒一言不发了？哎，刚刚拿着铺盖卷走人的时候，你慷慨激昂、义愤填膺的，现在却又能在这里安静的看起书来。你这个人真是怪。读书是读书，做事是做事，两回事。搞不懂你。本月四日，玉潭学校学生刘卫煌因抗议当局成命，自行离校，目无校纪校规，特予以除名处分，令告诫学生应当专心学业，切勿干涉政治，扰及治安。宁乡县教育局，同学们，我们不能让刘伟华他们白白被开除。我们虽小，但也是男人啊，不能做缩头乌龟。没得说，刘伟华是我们篮球队的，我们要与他共进退。他也是我们足球队的，我们人多，大家一起上。嗯，对。虽说，我也怕得要死，但魏皇他们也是为了梅先生啊，要开除，大家一起开除好了。对，一起开除好了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，局长？这件事也不能都怪同学们吧？梅野成是受大家爱戴的一位老师，他被抓了，同学们难免会有些情绪激动。再说了，自从签订了21条，全国上下哪里都是如此的状况。那也不行，一帮学生，他还能反天了？关键是，玉潭学校是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湖南名校。要是一日之间塌台，省府肯定会怪罪下来的，你说呢，局长？就是这间教室。
我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听梅先生讲课的。少奇同志，要不要把这里修复一下，保护起来？好，不用不用，该记住的，总会有人记在心里的。后来啊，在我们的抗议之下，县里不得不释放了梅先生。 但是啊，他还是被教育局给解聘了。梅叶成先生是帮助我进步，让我走向革命的第一位老师啊。那你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梅先生吗？毕业那年，我去拜会过他。 去长沙，学校选好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想听梅先生的意见。选什么学校，要看你自己的志向。先生和你的爹娘，都替代不得。魏皇，你知道的，我当年也曾经立志革命，革命是胜利了，但反观今日之时局，清廷崩溃本是件好事，但贼子窃国。 军阀割据，现代体制不能建立，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法度，失去了公理。洋人杀我，家贼也杀我，这杀人的时代，唯有以刀对刀，以枪制枪。这天下已经没了讲理的可能。想要救国，只剩下一条出路，一种方法，就是铁血主义。 魏皇，此去长沙，读哪所学校，由你自己决定。好，但毕竟人生地疏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故交。他是一位奇人，哦，他也是我们宁乡人。哦，我可以给他写封信。若是你遇到什么困难，尽可以请他帮忙。 在新文化运动的召唤和梅先生吹响的号角下，刘卫皇一往无前的走着。前方是省城，是他必须闯荡的第二道相关和不可缺席的战场。卫皇，啊，卫皇，啊！ 是这里吧？嗯。何先生，就是这二位找你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你们找我何事？你就是何同学？我就是何书恒。你，这搞错了吧？ 你认识梅冶成梅先生吗？宁乡梅家湾的梅老三，辛亥革命那年，领着学生捡路人辫子的梅剃头，我怎会不认得？
梅先生说你是前年才考的师范。不错，书本我前清的秀才，六年的乡野塾师，37岁进长沙报考师范，如今40岁尚未毕业。奇人，奇人，果真是奇人。世事黑暗，寻找光明，恐怕无分老幼吧。对，对，何先生说的极是。啊，何先生，这里有梅先生给你的一封信。好。你就是刘九书贵喽？是，是他，大名刘卫皇，我叫贺直归。叔，我们找你就是想问问，这偌大的长沙城考哪所学校才好？不过现在定了，定了，定了，就跟着叔你做个忘年同窗。哦，你们也想读第一师范？是，对，那真是太好不过了。等我上完这节课，陪二位小同乡在长沙城好好转转。不用不用，叔你忙，你忙。住的地方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倒是有个妥当的去处。城北有家宁乡人办的寄宿舍，你们就讲是我做的保，先去那里住下，好不好？多谢叔王，多谢叔王。志俊，哎，早就听说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了，既然已经到了长沙，想不想去看看？想啊，当然想啊，但是这不先安顿下来再去看？反正我是等不及了。我听你的。朱熹和张氏曾在这里论学，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。两个人的论学也被后人称为是朱张会讲。虽然不能回到过去听讲，但也是让人心向往之啊。你知道的真多。难道这就是朱瓦工跟我讲的四字真经？应该是了。魏皇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实事求是，这四个字里有几多几深的味道啊。怎么进了城，到处都是这种木匣子啊？我听人说了，这是汤屠夫用来装革命党人头颅的。啊？那得杀多少人啊？汤湘民督湘3年，疯狂屠杀革命党，就是为了讨得袁世凯的信任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这刽子手的屠刀下。这个现实魔头，刘卫皇、贺直归，黄校长，真是你们俩呀！你们来长沙了，是来考学的吧？是的，黄校长。不用考了，直接去我那里吧。我现在是宁乡驻省中学的校长，我们那里虽然没什么名气，不过师资都是一流的。你们的能力和学习水平我都清楚，
到我那里可以直接跳级插班读二年二期。你们住的地方找到了吗？淑翁说有一个宁乡人办的寄宿舍，我们可以到那里先住下。淑翁，你们也认识何书恒？是梅先生让我们去找他的。还是老话说得好，出门在外靠老乡啊。那里我知道，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好，好。走。哎，你们饿不饿呀？不饿，还行。